廣州係點樣留住年輕人嘅呢？廣州係點留住年輕人嘅？潮是其中的原因之一，广州这种潮在数据上就有所体现了。21世纪创新资本研究院、腾讯云等多方媒体联合发布的《中国潮经济2021年网红城市百强榜》中，广州没有辜负大家对其老网红这个标签的期望，排名第五，城市活力指数上就更加高居全国第一。在广州你可以见到高楼大厦，亦可以见到骑楼小巷，可以找到星级餐厅，亦可以找到深夜大排档。有人仲愿意日日逼广州地铁三号线喺番禺去到珠江新城 CBD 翻工，收工再约埋三五知己去网红店打个边炉、打个卡，半夜肚饿落到楼下就有炒饭、烧烤大排档。呢啲咪广州嘅生活咯！广州喺夜生活嘅发源地，亦系微信诞生嘅地方。生活气息同创造因子共存一个城市唔多见，大湾区就系一个啦。